刚看到两只，登机时间1155，登机门13，座位12K，一直抖抖抖。酷企鹅，不是，那是蛋黄哥。啊，那我们应该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像票会是同一系列，票会有一个系列。这个。我去看那个纳珠卡西，就是搭那个帅哥飞。这么小、哦，所以这才会想吐啊！哦，因为超过我。B17012。谢谢。请走斑马线。有吗？有。欢迎来到祖国中华民国的怀抱。到站喽。马祖机场。阿瑟。阿瑟。Sister。我们在等摩托车，等摩托车嘞，在到这地方讲话都会有点这样子啊，奇怪，不知道为何呢。整歌带弹，发扬马祖精神，争取最后胜利。马祖星巴克，南干星巴克，南干。哦，你就是讲来。这可以晚上的时候。哦。因为我们民宿就在那，我们可以晚上的时候。对啊。坐在这里，喝饮料，看看。水哦，还可以到二楼去。哇，那个邮局好大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腿酸。哦，我没有反攻大陆，我楼梯滑不稳了。哦，笑脸。哦，笑脸二号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哦，你砸的大腿啊！哦，我中华民国47年。好大、啊！相利益嘛，互相勉励，有翅膀的马。承认，这样会太有水准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。你没有办法否决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霉味啊，没有被打扫的。那个，哦，嗯，A 馆。它这两边没
明明这是两面最大的墙壁，没有，却没有拍窗哎、欸。你懂毛嘞？整个带带砸着先总统讲功力的啊！窗户跟总统讲功啊！窗户是什么东西？忍耐、积极、勇敢，就是那个。哎，有猫！喵！就吓跑了。哎，它的够血醋。够？怎么够？其实已经。哇！而且这里好多燕子。嗯。盖在山壁里面，这应该以前是一个堡垒。对，招待所哎、欸。哦，71年哎、欸，用来接待总统、高级军事长官。哇塞，哇，这是真的总统套房哎、欸。对，真总统套房。哦。但是他现在没有了。胜利堡，胜利人。马祖战地文化博物馆 MBCM 马祖 Battlefield Culture Museum， 但是它已经非常斑驳了、欸、你看它这台湾世界文化遗产潜力哦，它连这个招牌都超潜力。OK Let's go、嗯、哇塞，如果你身体有异样要说哦，有异样我们就直接出去哦。这里太矮了。哇，消防水，机枪堡。哇。哇。哦，这真的是哎、欸。他的在这里，他的枪就是三脚架在这里啊，而且这是那个、啊、本来没有这个，对啊，我就吐出去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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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里有那个消音哦，消音锥也有，好酷哦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是在哪里上面？龟山岛。龟山岛上面。那都胜利堡超大的哎、欸。对啊，哦，我们刚刚去的是那个机枪堡，对对对，所以这边是哦，这也是困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那前面有，这里也是机枪堡。这里也是这样，你看，有摩托车经过，不能拿枪打他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这里真的回音比较小，我这个真的很神奇。开开的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两个机枪房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。然后底还有两个，他们就有困困的地方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这真的是古董，国军瓜子肉。这就是以前报告班长那个陈维民在那边炒菜那个。哦，真的哎！排长自己租一间呢，抢夺携带贩卖弹药、枪械者，唯一死刑。他这以前应该是有展览品的，但是没有那个。现在我们都损坏了。对啊。哇，这个也太多严金彪家族的产物了。加个水水哦。
这里也有啊。哦，啊，试管五零机枪，对对对对对。好啊。钟灵石，这什么花啊？爸爸没有来，不然就有人可以解答这个花了。哎，但这边好像统一都种那个花，前面连那个雕塑都是那个花，哎。对啊，就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蛮可爱的，而且你看一颗一颗的。哦，真的哎。眺望栏杆，眺望栏杆岛，看马佐路就是像那样子起起伏伏的，很难骑。然后到处都是这种军事风的碉堡啦、建筑什么的。北竿有。观海路，观海路，单行道，单行道，那咋走单行道好了。不会，你不会弄到。七七据点，七七老大的据点。真的没有。前去不要去。对，没有开。哦，酷哦！啊，这是什么黄唇鱼？这也太大一只了吧！哎，这个2000万新台币。一般40到50公分，体重3.5到4公斤。超过啊，这应该跟我一样高吧，至少150公分，186公分，他应该是有勾，他应该有勾坠了吧，应该是吧，因为他看起来这么长，因为他这个已经过了，对，2到4月，哦，电梯是吗？蹦蹦中来啦，看妈祖啦，啊，真头疼，还没爬脚就酸了，但都来了不爬好像也不对，哼，走吧，谁？哪里过来？心爆，承认，你的眼神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的眼神有敌意，因为我在后面观察你，看你说不出话来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来一个接歌比赛，没办法，因为你，哎，原来到这不是顶啊，还有是吧？哦，哦。哦哦哦，继续。天后妈祖阁，莆田湄洲屿，林氏女明末娘，她那个应该断句是不是不对？哇，风调雨顺。
我忘太大声了。祈福坑道，然后鲈鱼好吃，好美。虽然是祈福，但是这个压迫感有点重。对啊，它离我超近的。如果随时我头皮会被削掉。还好我没有热的困扰。哎，我们猜的没事。哦，对。因为刚刚是从这里上去的。阿兵哥坑道变体，知道吗？对。因为我们迷路了。Yes。妈祖在妈祖。那个妈祖很高，然后这登陆艇呢？登陆艇就是你有看过抢救连大兵吗？哦，好，没有。这是可以登陆，可以登船。对啊。现在准备要去北海坑道堵蓝眼泪，不知道堵不堵得到，全凭运气。摇橹，北海坑道摇橹，摇橹哎！小炮，高脚炮，口径120。是吧？摇橹不是。海中悬日月，洞里拥乾坤。Let's go， 就在这啊。嗯。鬼斧神工，盖世之作。哦，这就是那个海龙蛙兵啊！哦，草绿服哎，爸爸以前当兵就是穿这种绿色的。今天就是待会儿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发给大家一人一件的救生衣，请各位务必要全程穿着哈。那毕竟呢，待会儿我们要看蓝眼泪的环境呢，是一个乌漆抹黑的环境。好，那实际上呢，它也受到海浪的拍打。那海浪拍打它撞击到岩石、撞击到沙滩的时候，它会感受到有危险，它才会把自己亮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的夜光虫呢？事实上它是一个单细胞生物，它发光呢，事实上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来吓退这些小鱼小虾用。啊，这是一种它自我防卫的一种功能。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下，旁边有东西刺激它，它会不会发光？它不太会哈，不太会亮起来。所以呢，待会我们在登船之前，我们船头呢会准备好拨水板。我们利用一只拨水板来拨动一下水面，制造一点浪花给它，让它感受到有危险，然后它才会发光的。所以我们的活动事实上是需要跟蓝眼泪做互动的。那你如果说呢，拨动的次数频率太高的话，如果说你一秒钟拨超过一下，连续一分钟之后，各位不是最多的蓝眼泪，是保证你们的手很累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会建议你轻松一点。最好的拨水方式大概是2到3秒钟拨水一次就好。
羊妹妹超屌的。我一开始以为那狗，后来我看到它的脚，我想说摩托车，可是形状又不像，然后就怎么有点臭臭的羊味，结果它就跑了。想吃羊肉炉，笑死了，路上有羊。超级哇，sky！对啊，刚还可以走上去的。